ท่านคอนเนอริงว้าเฮ้ยน้าเว้ย brother 还没有搬完咩 brother 我的 N van 都挤到满鸟嘞那 N 什么 van 那个全世界最小的 van 哈这样在你要跟谁借你不是有 wagon 11点半了嘞11点半嘞你不是有 wagon 咩520嘞诶是哦那个警察哪来载困的嘞猪啦快点哪里的警察英国啦哦是走走走走啊 brother你看520 wagon 要会用吗 brother 刚那我们没有锁了那锁匙锁匙锁匙快锁你的头啦嘿哇、啊、有踢门的哥哥哎哇最后两代了是吗啊最后还有一点不用开门啦直接这边就可以落料啦 EG6 啊 bro EG6 啊好料好料啊各位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身边这辆 BMW520i Estate 哎、欸、Hello brother 那个是 Mercedes 这个是 Wagon Wagon Wagon哎、欸、bro 这其实你有注意过这辆车的外观吗这辆车外观其实我是觉得好看因为我以前看过 M3 Competition 哦是啊 Touring Touring 我觉得已经很美了嘛但其实 5 Series 的 Touring 也是很美我是觉得了其实你是一个 Touring Guy 啦 Touring Guy bro Touring Guy OK 其实它的外观全部这个是 Original 嘛对车头就是五头的车头啦对对对那么其实加一个 Leap 什么 M Power 啊那些东西就很美了就很美了的、哦、真的尾部这个部分呢我很喜欢这个东西这样子开因为其实不用整个门开嘛有点想念你的 EG6 是吗啊对那种开屁股然后又有隔板可以盖很好用我觉得非常大的空间因为 Sedan 不够高啊没有高度那这个又有高度是所以要开整个门也很好用真的哦、嗯、超级大其实它的车重哦只是重时间哦大概都70公斤罢了对空间其实不多的多这么多很多啊 bro 好人啊 OK 我们看里面后座是肯定是舒服的了 bro 这个恐怖吗是五头但是还有一样东西啊 Wagon 最出名什么大容量 bro 所以 M-Van 赢不了就在这边你看整体如果放平以后脚车的放得近、啊、什么脚车 bro 摩托车的放得近啊两个棺材放一两个棺材 brother 引擎你是 expertBMW Twin Power Turbo V48 低功率啦、啊、省油版本猫 Hybrid 对猫 Hybrid 是什么东西就是说它有用一点点那个电动马达啊让它导致到非常的省油这辆车我朋友跟我讲啊他们有 On5 Series 啊、嗯、它一桶油啊跑700-800没有问题的哦够力 bro 一讲到车内是 Full Digital Meter bro 是哇 S2000 style S2000、啊、然后还有再来非常大的屏幕是这个有多少寸而且解析力非常的高了我觉得这个它又 clear 了、啊、大概10来寸有了十来寸肯定有了十寸有了12、13了是的13然后再来内饰方面我觉得是在这个级别里面是 very good 的 bro 有 wireless charging 的嘞、啊、wireless charging 然后还有这个大的我觉得这个最好看的最好看的、啊、而且这种不是用那个环保材质的是我觉得 very good 这个钢筋烤漆对对因为环保材质你就知道啊拉拉拉会怎样断掉不是断掉 bro 会脱色脱色脱色、啊、对最难看的、嗯、我们看一下里面我真的没有拍来看过里面有一个 USB 孔哦 USB-C 的孔而且它每个地方有灯的 bro 是特别细腻哇那个灯够亮的 bro 够力富丽堂皇 bro 富丽堂皇哦 business class 哇这样我们内饰看完了我们就要去讲一下试驾的感受驾驶的感觉走吧这辆车真正的准新车 32km 是哦 Really really new car 非常省油之余呢 OK 这辆车是非常的舒服的所以你想一下啊如果你在新加坡 own 这一辆车然后你每天要过 JB 然后你要去怡保你要去 Penang 吃东西甚至上泰国 bro 这辆就是那辆车了而且一桶油你可以从这边去到 Penang 再上泰国没有问题是哦整条才600多km 吗、啊、这边啊也是你看过等过等来不舒服啦、啊、bro 懂什么叫质感吗很像孙悟空坐在云上面这样、啊、我们走这种砖块路其实 suppose 砖块路是很不舒服的是会懂的所有碎震 bro filter 同分没有了完全没有了孕妇坐都不怕真的孕妇没问题 bro 这个就是 给一家大小一起出远门可以载东西买一个 normal sedan 很多东西实现不了是很多东西放不了因为高度受限但是这个没有问题 bro 然后再来加速一下欸可以去嘞可以185马币 OK 嘞真的而且又舒服是真的是舒服你看你想象你在无人赛车的时候在听一些音乐
再听好听一点的，哇，我跟你讲，整个感觉就是 best。哇，对，这个你踩，我感觉到有 top。有有，因为它电机瞬间给你流利。是。Very nice. Hybrid 的好处哦。Hybrid 的好处，什么 Volvo V60 在旁边啊？妈的！看看 cornering， 哇！喂，那喂，完了 relax 了，下完雨了，哇，干你真的想做五二零车主哎，真的，那喂，哇，好东西啊，看到吗？吹信口就立刻跑出来救我，就到车主了 ，bro， 哇，你够力，你看有时候我讲你的右脚是不小心啊，新马最厉害的右脚 ，bro， 真的。又好，变杀手了。哦，变了，变杀手，干你呢！好的，这辆车我的感想是，要舒服有舒服，跑远途要省油有省油，是哦，非常适合新加坡每天跨越去马来西亚吃吃喝喝再回来的人，哦、真的非常适合。再到尤其是一家大小一起，有小孩四个人，对，最好最好聊。Best 玩水再回来啊、嗯，这种自由。真的，这样好了。你要卖多少钱？我这辆车，坦白讲实话，现在输钱卖。我们要钱不要车，这辆车注册到来258,000，走。这样不是很贵？那你会贵不？我们看一下，你看，这个是520 Wagon， 23年注册的。从200。你这个是新车？我的新车。那个是二手？那是二手。Second。对 ，Second Owner， 几千到10,000+这样了，是走在250,000左右了，240到250。二手嘞？新车还可以谈了、啊，还可以谈。你那个23年一年了嘞？对。就10年剩9年了。对，来我们看三 Series 的 Wagon， 330的 Wagon， 现在呢注册过的车，再卖288,000。不，那个是三 C 的。这个是5嘞。啊，5C 啦。像你是最便宜的新车嘞，肯定啦。如果大家对这辆车有兴趣，520i Estate， 啊不是 ，Wagon， 阿凡 ，OK。如果对这个车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络阿特，来电话号码下去。OK， 来88115566。OK， 这辆车我们要车不要人，你说你要不要人，我们要钱不要车，走，加走。啊，加走。OK。